林开拓又没来，他这是不准备来上课了。你说他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？要我说，你们两个干脆直接打一架得了。算了吧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抓着谁不做眼保健操了？啊，谁？谁？ 这边还挺认真的，走吧。林开拓，不愧是学生会主席啊，真是大人有大量。不是我说，林开拓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都多长时间了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啊？ 我们上高二的时候你就上高二，我们都上高三了，你还上高二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再这么下去，大学你都考不上。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你有关系吗？我们不是你朋友是吗？朋友，我可没他那么装的朋友。 出来！我走！老师来了！你们俩没在一起干嘛？打群架？林开拓，怎么回事？是，我就是看不惯装的人。老师，我这几天肚子实在不舒服，他们急着送我去医务室。 真的？嗯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有什么处罚你冲我来啊！什么一人做事一人当啊？说话跟个混混一样，上课不好好听讲，现在还学会打架了？等放学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小小年纪哪来这么大脾气？老师，学长。 吐了！你感觉怎么样？啊，感觉不太好。来来来，把他送去医务室。哎呦，哎呀，幼年啊，你这么又吐了？哎呀，太严重了。老师，放心啊，没事儿。这么假还想骗老师？一会儿再好好罚你们。值日生，把这里清扫一下。嗯。其他人继续做眼保健操。 多亏这个夏淼淼的配合，要不然开头又得被记过。我说你能不能别老这么惯着他呀？这件事情本来我也有错在先。我真的。好了好了，哎，你回去记得给开拓打个电话，你也知道他不会真的生你的气的。我不打，要怪你自己惯着他。下节课篮球课，我去打球了。哎，打球不带我啊？你太厉害了，怕你抢我风头。 行，哎，你去。不了。你还跟我生气啊？哎，这个演戏得演全套，我这不是刚吐吗？打球合理。哦。一会儿你再给我带两罐八宝粥。干嘛？就刚闻着还挺香的。那么恶心。 哎，还有薯片、可乐，没钱不买。学长。 怎么来了？陆老师让我来看看你的情况。
果然，演戏是得演全套。啊？嗯，没什么。你看上去还挺胆小的，没想到刚刚胆子还挺大的。也还好吧，勇敢。主要是知人为乐嘛，很重要。中华民族传统美德。学长，如果我给你打电话，什么？没什么。这个送你。嗯。刚才谢了。走吧。